今天呢，我们为你们带来一个比较特别的节目。那身边是 Ryan， 他是嗨，你们可能都对他有一点熟悉，因为通常我们去外拍的时候呢，他是我们的摄影师，都拍得很棒。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音乐家，他自己会编歌啊、编曲、编歌词什么的。那今天很开心，他可以在我们节目上来为你们带来两首歌。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节目呢？也是有网友啊，你们有说好像我说中文，你们听得不明白。那今天我就想带给你们看，可能我唱中文，可能你们会明白的。那今天我们要带给你们的歌就是徐婉婷的《歌声里》和周杰伦的《彩虹》。那我们再开始吧。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语。可是你偏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朵繁花巷口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是过路人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预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梦境，命中注定。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。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我看见你的笑容，怎么学得着？你的声音怎么进入？谢谢大家。那今天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子合作，那希望你们以后再希望看这样更多这样的节目呢，你们可以对你们可以点歌，在 YouTube 还是在我的 Twitter， 在 Grow a Little Night， 那可能我们会选几首，那我们可以再多练一下，能合作给你们带来更多美好的歌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